哎呦呀，就拿手上吧。木头几乎都没吃。哎咻，下去，下来。哦，不好拿。我不能期待的尺寸。你拆开看看它到底有没有吃。出来是母虫，就不用太期待。但是重点是，木屑还是都没吃。感觉上这里都没吃，那这里有吃一点点。哎、欸，是公的哎、欸，我以为是母虫，就是公虫，也太小了吧！也就是说，阿木就基本上都没吃啊。对啊，被雷公打，浪费死，是看不到人。还是幼虫。
看一下盖子写什么。这里一个洞，这个也是有画有。这也是小不点的魔爪。这也看不太到了。这很明显了，中间墓穴都没动。这次养的不好，还想说墓穴养可以有那个不会有菌品供货的问题。如果没有墓穴养，幼虫太挑墓穴的种类了。就是还在塞肚子吧，这是工虫，跟他爷爷一样的大小。对啊，几乎都没有吃啊。这里吗？看不到，开灯。这里，该比较有实一点。
这也是不算小啊，在这里这么大颗。哎呦，像是母虫。这只不错，这是大母虫。这母虫算大的。好像吃有吃比较多一点，也是几乎都没吃。今天挖的最后一盒，操！这感觉上比较 有在吃，这会不会比较大？然后挖开又是一只母虫。比较湿而已。有这个有在吃。这个比较湿是真的。母虫啊。都是公的，哎咻！哼，如果是母虫就好了，这块是公的，拢无食，你去用雷公公。直接说结论吧，还是用圈养吧。用木屑养的成鱼，养到羽化的成功率还蛮高的，可是养到大只就难了。用圈养再小也会有一定的水准。用木屑养太挑种类，太挑木屑的种类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九公五母，然后这个里面这只是公的，这两只应该是母的，这两个就不知道了，只剩这两个是幼虫。结论是，还是用圈养吧。这只是还蛮漂亮的，不是这只，这只。
这次应该是唯一行可以的。好啦，就排到这边吧。之后再看这些虫要怎么处理。那谢谢观赏，拜拜。